OK， 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 BC6， 就是 Shimano SLX MGL。 So SLX 2019年， 它完全升级了，哦，你看，新款，体积变小了，哦，轻盈很多。So它也是适合在7到21g的lure，所以在 medium light 跟差不多 heavy 的范围它可以用，所以它是设计国际版的。So 很多方位的 casting 都可以适合。那 MGL 是它最新的加进器 ，MGL Spool， 好，然后就是它还有这个 body， Hagane Body， 哦，Hagane Body， 它就是 body 是 metal body 的，是 side plate 不是。哦，之前还是跑这 centifugal， 现在 upgrade 有 individ 了，在外面可以调整。 哦，外部开可以多一点调整，调整到最准确你的位置。然后，有一个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MGL Spool， 是我们一路在推广 MGL Spool， MGL Spool， 它的重点在哪里呢？那旧的，好像你买没有 MGL Spool 的，那个 reel， 当你用，比如说你是用10克的甲鱼，哦，你用普通的 spool。 你可以 cut 40m，哦，当你升级了 MGL spool， 它更加轻，然后可以 cut 的更加远，因为轻了它卷动很高，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如果用了 MGL spool， 比如说之前你可以用刚才我所说的7到21g， 啊，你不可以用5g， 它可以做得很好，不是，这个是误区，哦，不对的，所以 MGL spool 就是比起之前的旧款的 spool。 你有 upgrade 的 MGL spool， 你就可以 cut 得更远，而且更强。哦，这个就是新款的 SLX MGL。